电视现在是那个暌违十年的，就是电视台执照嘛。那你们有看过了吗？然后感觉如何？有看过他的？我每一个人哦，对他那个就是他的播送的那播送内容的品味，每一个人有不同的评价嘛。啊，我是有，我昨天就有看了哦，那样。感觉如何？有上公司没？他就每一个人的那个观感都，每一个人的对那个播送内容的品味的那个有没有像民间版的公司？发言人只能针对我的解释。发言人，所以这里帮你大家科普一下，有些人可能还不知道。旺旺水神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与病毒细菌作用打架完之后呢，就变成了水，温和不刺激，它比酒精跟漂白水呢更环保，适合长时间多次频繁的使用，请赶快上快点购，买的时候记得输入我的推荐代码就有折扣哦。